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鬼です。ようこそ今日の桜ステージの第22期22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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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哥哥的一个算一个昵称词吧，妮妮凶凶，他翻成凶凶就是哥哥的意思啦，妮妮好有点可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22展呢，今天呢这个传统已经变下去了吗？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部动画，是去年大概四月的那一季的动画，叫做偷看一下。ご注文はうさぎですか？请问你今天要来点兔子吗？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一部动画。那这个其实是有点像轻小说的标题，对不对？今天要来点兔子吗？那这部呢是非常治愈的一部动画，是一个咖啡厅的故事。然后主角呢，主角的爸爸变成了兔子，不晓得为什么。不晓得为什么，应该说他爷爷变成兔子，对，他爸爸是正常的那个酒保，对，他是就是酒那个 pub 的酒保。那他们的店白天是咖啡厅，晚上是酒馆，小酒馆，对，那一个很可爱的一部动画，非常的治愈，那内容就是治愈，对。对，那因为最近比较多一些虐心的动画，那如果想看治愈的动画，可以来试试看这一部。今天要来点兔子吗？非常的可爱哦。好，大概今天快速的推荐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精彩一点哦，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22展吧。嗨，我们一觉醒来，这个画面有没有很温馨？有没有很梦幻呢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增加了一位女仆啊，她是橘头发的。好，那这边先前在那个欧克的那个部落那边有接了一些任务嘛。那她其实还有后续四个任务，她有东西南北各有一个任务。那我们打了很多的怪物，然后有换了一些新装备。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，那这边呢，我们的新的女仆叫做小埋，对，她叫小埋。然后她拿的这个是 Healing Steve， 治疗之杖，但是我不晓得这有没有用途，这是打某一个地城里面的王掉的。那个地城的王啊，里面是一个是一个骷髅头，然后拿杖骷髅，然后像一个魔法师的感觉哦。我们来看一下 VCR。好啦，那他们现在都可以坐在那个坐垫上啊。我如果要让他们离开的话，好像不好离开耶。要让他离开的话，可能要把他的坐垫，要点他的坐垫，喂，点他坐垫，那就掉下去，掉下去，好，他有点站不住脚了，站不住，好啦，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垫子给他回收，这样他比较快，好，先回收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楼下吧。好啦，眼尖的人应该有看到，就是我们右边有一个状态，有一些移动加速，还有跳跃提升，还有抗火性。我是后来把那个黑曜石铠甲的这个模组把它更新过。那更新之后呢，它原本就有一个套装的效果，但是它原本在 1.8 版才有时装，然后后来更新之后 1.7 的版本也有这个套装的效果了。所以我们的移动速度平常就有加速，然后还有抗火性跟跳跃，对，跳跃提升，我们可以平常就可以跳两格高了。然后再搭配拿着拔刀剑的时候呢，可以再跳一次，抓准时机的话可以再跳一次，在外面试一下。好，看有时候可以二段跳，按准的话可以二段跳，然后再加上二段跳，再加上拔刀剑的右键可以挥空，可以再多跳半格的感觉，所以这边我大概可以直接跳到三格高。
三个半高的方块可以直接跳进去，非常的棒哦，跳跃率提升超高的。好啦，那我在上次的欧克村庄呢，有解一些任务。那一开始我们解的是这个牛，很奇怪的，很像那个摔跤手面具的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喷血了？因为我头盔有增加血量，所以我现在血量减少，它就喷血。好，这是很像奇怪的内裤的牛角头盔啊。后来我遇到了那个乌龟，对，我后来遇到两只乌龟。好，然后换了这个乌龟套装。那时候乌龟不晓得为什么一次有两只，然后他们掉超多龟壳，掉五十几颗龟壳。那壳我就拿去换装备了，然后可以换，刚好可以换到全套乌龟套装。奇怪的绿绿的，很像忍者龟。好，乌龟套装。好，刚怎么好像有冒爱心呢、啊？刚刚是不是？他是不是帮我补血？他是用爱心杖帮我补血啊，有在冒爱心的感觉耶。好，然后乌龟套装，那他的能力不晓得有什么能力，就好看吧，没有特别写出来。好，然后这乌龟套装整套的，好，然后这边是蜘蛛套装的头，蜘蛛套装的头，这个更像内裤了，这个好超诡异，刚好开两个洞。好，有点像斗鸡眼，斗鸡眼加内裤。好，因为蜘蛛，那时候蜘蛛超难打，遇到的是精英级的蜘蛛，它的血量有4000多、4500的样子，而且会虚弱，又会黑暗，又会中毒，又会吐丝跑来跑去，超级难打，请看 VCR。里面遇到最难的敌人就是这只蜘蛛了。那我们后来遇到的是史莱姆青蛙，对，史莱姆青蛙就是我们以前在地城中有遇到过的那一只。那它掉的那个史莱姆粘液就是可以换那个史莱姆铠甲，这算铠甲吗？很像一坨史莱姆粘在身上，透明透明的，有点奇妙的感觉，史莱姆铠甲。好。感觉像穿了什么蓑衣还是什么奇怪的衣服。好，史莱姆铠甲可以增加血量哦，这个全套应该会加很多血，但是容易被打飞哦，它击退抗性会降低。好，这是一些那个欧克村庄的四个任务。好，北野牛，南乌龟，东蜘蛛，西史莱姆的样子。好啦，那我在刚刚有打到爱心杖的那个地城呢，刚刚那个王他掉这个帽子，巫师帽，有没有帅啊？巫师帽哦，帅，好高哦，这巫师帽好高哦，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殊功能，他就防弹，特别的防弹。然后呢，他还掉一个这个诅咒的骨头，诅咒的骨头呢，看一下，然后长这样子，然后按右键可以耗血量召唤一只骷髅头。对，那这个骷髅头呢？它会帮我们攻击哦。这个是什么的 ？Undead 的不死军团，是召唤出来的不死军团。那如果我们遇到敌人的话，它会帮我们攻击，应该吧？试试看。好，现在夜晚来看看。不过他好像出不来，是不是？他们没办法感应到这个自动门。好，有点可怜，没有存在感的家伙就是感应不到这个自动门。来哦，来哦。好，我把它推出去好了。好，不见了，是不是有一只不见了？好，现在有召唤时间了。太久就消失了。好，这边都没有怪哇，通通消失掉了。而且这个会耗耐久，这个耐久耗完应该就没了。好了，这边有一只蜘蛛。稀有的蜘蛛，它掉到土里面了。有了，它在攻击了，而且会冒爱心，好像可以吸血吗？再叫一只，没了，骨头没了。我要揍它。好，我揍它一下，它就会，其他人就会攻击我攻击的目标。我一直中毒。好，哇，还产生小蜘蛛。
好，然后裤头就会攻击他们。裤头好弱、哦，裤头超弱的，我要先进去了。好，很冒爱心。好，攻击力倒是还蛮弱的，他一直在回血。好，我们的裤头超弱的，攻击就一滴一滴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可以召唤裤头，还蛮有趣的一个小玩具。好啦，哦，好多蜘蛛哦，刚刚大蜘蛛掉好多小蜘蛛出来。哇哦，好啦，这个骷髅法杖，好有趣的召唤法杖哦。那他的爱心杖呢？爱心杖到底有没有效啊？因为这个右键没有办法使用，右键没办法使用爱心杖。好，超奇怪的、哦，拿着剑又拿着杖，然后又穿着巫师帽，又穿着龟壳装，非常奇怪的装扮。哎、欸，好像，哎、欸，好像拿着我们就会补血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试试看，是不是拿着就会补血啊？我来受点伤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感觉有在冒爱心。看一下，现在是一般的饱食度回血。哎，有冒爱心，有冒爱心，但是好像没有补血的效果。这爱心杖做什么用的呢？卖萌用的吗？好吧，我们还是给小埋拿好了，给小埋拿爱心杖。好啦，那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上次的欧克村庄，还有一些地城的任务的东西。分享给大家。那之后呢，我们这一集的目标是要前往中介。当然我准备了一些中介之眼，然后中介箱都给它做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些套装呢，我先把它丢回去。这些倒是不太实用，好看装扮型的一些奇怪的套装。好，那我们这还是这个黑曜石套装太强了，这个比较强一点。好，那我今天额外多装了两个怪物模组，增加一些怪物的模组，一个叫做盖亚的法典三，那它会掉一些这种碎片，还有一些果实，这种碎片是可以做成铁啊，算是可以增加搜集物的，这个是绿宝石，然后这个是好像是治疗的莓果吗？它的效果好像说可以移除负面状态，好像还不错，然后。反正它就有一些很多的怪物，然后我也装了变异怪物的模组，就是会有一些僵尸巨人，浩克僵尸吧，然后奇怪蜘蛛，奇怪的苦力怕，奇怪的 Enderman， 反正就是变异怪物啊，它会变得很奇怪。好，那拿到中介珍珠之后呢，我升级了这个眼睛。升级了这个神奇宝贝球，我们现在的球已经是天王，还没有变天王球，这个还可以再升级。我们现在的球应该是超级球吧，600块的那种，商店卖600块的那种。那这种比较强的球呢，可以抓怪物哦，这种球已经可以抓怪物了。看我抓抓，丢出来，抓丢出来，对，那已经可以抓怪物了，非常的有趣。好，抓怪物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他们禁止装好像不会攻击啦。那我再来抓一只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那个法杖的小埋会不会攻击呢？好，小埋的法杖有补血的音效哎。小埋的法杖。小埋法杖到底有没有用呢？他是在进化这只僵尸吗？叫魔法力量进化这只僵尸啊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有一滴一滴的伤害，好，跳到上面去嘞。哎、欸，这僵尸也不理我嘞，被小埋给迷的啊，神魂颠倒中。拿着爱心杖在戳他，好，戳死了，拿爱心杖把他戳死了，好看。
看爱心帐有音效，有好玩的音效，但是好像没有太特殊的效果啊。这小僵尸在做什么？揍他揍他！哦，而且被那个爱心帐攻击之后呢，小僵尸好像就对我的仇恨值就减少了，好像就是不会攻击我了。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好，神奇的爱心帐。好啦，爱心帐我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好了。我们拿这个风来少年头给他，风来剑。好，这样子我两位啊日本刀的守卫，这样子应该还不错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要出发到试着往中介的地方走。那我之前呢，我已经先寻找过了一下，好像在这里。对，我上次有记录一个点，这里 end， 这里应该是中介祭坛的地方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遗迹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是用中介真书把它一直追，一直追，寻找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直接传送过去。不过如果因为传送距离太远了，那我们的女仆呢，她不会瞬间移动跟我们过去，所以我们用这个神奇宝贝球把女仆们先收进蛋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再自己飞过去。好，飞来了，那我们再把女仆叫出来。这个小麦，小鹰，然后六花。啊，好啦，女仆都到了，那 end 应该是在这里。根据我丢中介珍珠啊，它就是大概会飞到……跑去哪里了？不见了啊，在这里，差不多是这个位置。我们从这个位置往下挖，应该可以挖到中介祭坛。这有一个墓碑耶，有一个叫 E L I O T 的 Elytra。不晓得有什么念，活了91天。对，这有些生物就是死掉，它就会有一个墓碑，很酷。还有写活了91天。好，那这个祭坛我们要去吗？我们先来挖这个好了，先来往下挖。好，那我们这挖的话，直接直往下挖吗？哦，挖到一个大穴道了，大坑道。好，这里吗？我们顺着藤蔓下去看看。哇哦，有点高的地方，有青苔石。哎，有这个楼梯耶。这个该不会是什么小地牢吧？地底的地牢吗？好，最底部，先来到这里。哎，这个地方有藤蔓，感觉是有特殊的东西耶，然后还有裂掉的石砖。哦，什么东西爆炸？有怪物，怪物突然出现了。好，这里好多水哦。好，等下顺着这样走过来，这里有路。哦，这里有路，这里有路。嗯，这个门是怎样？好，好，这里有路，这个还蛮像中介的感觉哦。这里应该是这里吧？哎，好，哦，里面就一个宝箱给我耶，我直接把门拆掉啊，不然他们进不来。好，这里哦，好多哇，爱心五哎，强力三、保护三，然后那个是心。星星五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增加生命值的，这个好像可以直接吃吧？这个已经是比较大的爱心，然后增加一条血，增加一格血的样子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，这个在地层中会有几率可以找到。好，再来探索一下这个里面吧。里面有一些绿色的这个藤蔓，不晓得抓那么多魔族之后，中介迷宫不知道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感觉像地牢的地方，没有人。
好，王木金哦，还有一个更往下的地方哎。好，中介祭坛这么下方啊。嗯，挖掉。好，目前他没有遇到敌人呢。哎，没有路了。好嘞，没有路了。怎么这样子？哎，像没有路了耶。那找别条路看看吧。好，找到一个地下图书馆了。边挖来挖去，终于挖到一个地方了。好，中介应该没错，中介祭坛应该在这里没有错。好，这图书馆呢虽然很像一般的地牢，但是应该是在这里。好，哦，好，里面好像没有，这里有箱子，一些书，哇，附魔书，这个附魔有点高，拿走，挖一大堆石头，对啊，好多石头的。好啦，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没错啦，我是从外面挖进来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再挖出去，从这里，有了。一个十字路口，好，十字路口，找找看喽。你只有往上哎，这边有门。好，我现在把女仆都收起来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危险，岩浆有点多。好，这是什么花 ？Death， 死亡之花吗？可以变成黑色的染料。奇妙的花。好，然后这里有开，也可以往下走，这么下面了，好，这里又没路了，往下走，走一走又没路了吗？这里，还有楼梯，现在的中介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？中介迷宫啊，掉下去了。掉到陷阱里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会跳很高，直接跳上来。好，那哇，这么多路，找找看喽。哦，听到僵尸的声音了。好，看来就是这个铁门了吧？好，僵尸。喂。这里又一个十字路口，这里路怎么冒大啊？这里的中介迷宫也太大了吧！再来看一下宝箱，一些附魔的 Temple History， 这个附魔好像比较特殊哇，一开门就僵尸，看到 Enderman 了，有蜘蛛，哇，100多滴的，解决了 ，Enderman 呆呆的站在这里，因为接近，有奇怪的音效，是中介祭坛就在这里的。我的刀。好，是不是接近了？这里的 Enderman 好多，而且他们都不会乱飞耶。是因为这里是中介祭坛之地吗？ Enderman 都不会乱飞。又有声音了。到底在哪里？终于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这里的中介祭坛有够大的啦，终于在这里找到了。好，结果这个在那个
我们一开始进入这个地方的旁边呢，看应该是来的地方在那里，那条光束的地方。然后结果是他隔壁这里还有一个遗迹，这边还有，然后这边往下走，结果就在这里。刚刚找那么久都找不到，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没有什么其他的。哇，啊，这每一个都有往下的路。这里有一个图书馆。哇哦，这里的图书馆比较大。啊，直接跳上来看宝箱这里。没有用。好，图书馆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指南针。好，有一个是什么？这都特殊的附魔哎。哦，这可以对不死有特殊的效果。好，拿走。好，地牢的东西有些还是比较特别啊，一般打不到的。好啦，差不多这样吧。好，跳书柜，跳书柜。好，差不多。还有一个门，隔壁还有一个门。这里。这里没路，好，就是这里啦。好啦，那要放中介之眼，总共要还要九颗，不晓得够不够欸。我这边用到剩两颗了。然后刚刚打这些安德的中介珍珠，有十一颗。好，但是我没有烈焰粉，我要回去拿一下。好，回来了，带了九颗中介之眼。把它摆上来。听说之前摆中间之前好像有一个顺序，对不对？眼睛要摆正，要照着它的方位摆的样子。好，最后一颗，噔噔，中介完成了。好，中介完成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时间可能差不多先到这边。那女仆不晓得能不能一起带过去欸。女仆能去中介吗？有点危险的感觉，我怕他们会掉到外面去，因为中介比较容易掉到那个世界外面哦。这边我还是不要带他们去好了啦，有点太危险。好，中介。那好，我们下一集再去。那下一集我先把这把刀先让它升级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打中介，然后我要带一把神威刀乌卡，一把水属性的刀，然后那把会打 Enderman 会很好打，那有一个特殊的技能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吧。探索的这个中介真的花了好多时间，很大，好难找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就是来决战中介龙喽。虽然中介龙应该对我们来说应该算是小 case 吧，应该还蛮好打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レッドストーンポケットお送りします。